好，法师各位师兄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那今天因缘非常的殊胜，因为是燃灯佛的佛诞。我们知道燃灯佛曾经是释迦牟尼佛的师父。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，也为燃灯佛所授记，授记未来名为释迦牟尼佛，就跟我们在研习《法华经》，佛为当机众授记成佛一样。那么燃灯佛在因地修行也一样，一出生舌身跟整个房间非常的光明，并且也喜欢用灯供来供佛，把这个身也当成灯芯一样，这样来供佛、供众生。就像我们常常在佛前供灯，一方面有的求圆成光彩，有的求开智慧、前途光明，或者呢能够有好的姻缘，种种的祈求满愿。而一个学佛的弟子，这一盏灯它的表法就是我们的菩提心灯，有内跟密跟外的灯，而这个灯依我们的愿上供十方诸佛菩萨，心佛不二，下利一切有情众生。那么心佛众生都是佛光佛性相连不二，并不是有一个目的。如果要说有，就是愿，愿一切众生同登佛净土。那么同样的，是无众生可度，度如幻的众生。而这个光，这个灯，也是就像净土的净光一样，当下就是净土。那么过去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的时候，曾经燃灯佛要路过泥泞的地面，释迦牟尼佛以头发把这个泥泞呢盖住，让啊佛的两足不会沾到污泥。那么也曾经以五经的莲花，就是比较稀有的这样的表法来供燃灯佛。那么燃灯佛也很慈悲的呢为释迦牟尼佛授记。那么这样子也代表着
一个佛弟子啊，以恭敬心把我放在地上，就像我们呢在礼佛，不管是大礼拜小礼拜，都是这样的五体投地，包括这个头、额头或者头顶，就是把我呢放得很低。那么先要调自己，就是我们要能够自尽其意，把这个我跟这个身拿来供佛，并不只是这个无尽的莲花。五经的莲花可以代表我们的五毒转成五智的清净光明，有这样的表法，所以可以看出来，原来佛陀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恭敬无我，并且有好的因缘能够来有诸圣的莲花来供佛，也发愿呢当时帮他的给他花的这位女子呢，未来一起呢成为同修，那么一起学佛。所以我们了解呢，即使是梵缘也可以呢是法缘，梵跟法我们何其有幸能够遇到佛法，还知道怎么去转化这些因缘为道用，还知道佛是怎么样的本怀，在因地的时候怎么修，那么佛的真实意又是怎么样。尤其我们能遇到《法华经》，更是不可言说的殊胜因缘，太殊胜。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佛弟子比较忙碌，因为这个社会总是好不容易挤一点时间想要学佛，可是呢不知道去哪学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有那个因缘能够真的遇到善知识。那么佛陀告诉我们的是一切为师，告诉我们的是一思一法，
须佛通戒是基本，多摩咒众善奉行，这些在我们的伦理道德，不管儒或者道，与汉地来讲，都是契机的。所以我们很快的、容易有基础，由外而内来修这个心，也就是自净其意的部分。那么，特别是在大乘佛法，达摩祖师也根据我们有这样的基础，也直接的来弘禅宗的法门，即使其他各宗也一样，直接呢就往大圣的菩萨道来汉地呢发扬光大。所以不管显密，我们来修都很容易，因为我们的实善这些所知所学，学校、社会、家庭的基础概念都有，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障碍，就剩下自净其意的部分。那么往往都是透过八大宗的种种法门，不管我们讲，我们因为有妄想，这个想呢，那么祖师就用念佛法门来摄我们的妄想，那么念念片片都是佛号，所有的呼吸都是佛号念佛，同时也是禅定。因为我们有分别，所以我们适合入不二门修般若法。那么也有中观、假观、空观来帮我们把一些所知障、我执能够破除这些妄惑。本来无法可说，因为众生的虚妄、分别、烦恼，才有这些法来帮我们照见自性，让我们的心灯、菩提灯能够因为熏习而点燃。然后呢，悟后再修。所以有许多我们讲的无蕴皆空，就是从以为无蕴跟我是等号，然后知道呢，这些实际上是因缘，也知道为识的运作，这些有为的部分，我们不一定有系统的了解，但起码我们知道这不是真我。那么无为的部分，我们也知道如来的真实意，原本是清净无为的，并没有一个对境的因缘，并没有。所以这些我们又可以从有为无为入不二门。那么
更可以呢，没有被法所转。当然，四相啦，这些我们都不会执着这些。所以我们在修学上面，我们不管是修哪一宗，有一个系统可循，八大宗都有一个次第。不管你学商学院、农学院、工学院、医学院，就是有一个次第。为了呢，都是能够贡献自己所学，一方面呢自己受用，二方面呢去服务他人，最后出社会。那么不要一下读医学，一下呢读商学，一下呢又去读这个建筑啦、工程，会在学习上面呢，没办法呢，融通。为什么五十判教？它也是从当时的因缘，先从怎么样让大家了解、接受人生是苦空，这里开始。重点呢，切入以后，当时的外道就比较容易接受佛陀的教理，从这个地方接引，再从各国不同的文化，甚至本有的宗教，怎么样去发展？当然，在汉传也有义师呢，去把过去在印度的经典翻译过来，或者这个印度的义师呢来到汉地，把大圣的教法呢也翻译了许多。这些义师也好，或者我们讲的无藏师，他们呢很多都是过去的菩萨呢再来用不同的因缘，针对当时的时空众生的需求来翻译，或者呢作为一代的祖师来写下论述，让呢这一系列的法能够帮助我们呢修行到位。当然，如果一开始的二圣，他也可以成就阿罗汉，从见道修道，到入阿罗汉的果位。那么，在我们读了《法华经》以后，我们就明白，这些还是要继续努力，而且呢，也都有大圣的因缘，所以后面呢，陆续佛就开始受记。但是，一开始还是要循循善诱。这个循循善诱确实不容易，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根器真的不一样。法华也有人不想听、不相信，离开了也有。那么即使呢，今天要来接引众生，
出离三界。有时候讲了一次两次，没办法信受，也没办法再讲第三次或第四次，因为会让这些众生起了不好的念头，包括离开三宝，所以呢，只好用四摄法把时间再拉长。让他自己呢去体悟，但是已经没办法再直接的教了。所以为什么修行时间要拉很长很长？因为修行的过程，自己的八识田很多的业力会触及的显现，很多的因缘也要一一的转化，是不容易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为什么这些曾经在佛前听过《法华经》的这些佛子，为什么呢？也都忘了过去的本愿，因为即使呢有发这个愿要修大乘，还是会起起伏伏、进进退退；即使呢知道要自尽其意，还没有熏习成片，对于甚深的所谓的念头，没有呢察觉，没办法察觉，所以不停的呢又在造业。那即使这么精进的修行无量劫来，但是同时也造了很多生与意的业，起起伏伏。所以我们明白了这样的现象，我们自己呢也非常的不圆满，就应该去包容一切有情的不圆满。去接受这个现况，然后呢我们自己要求自己反省自己，然后去服务大众。服务的时候呢也是熏修三轮空，因为人生实在很短，不要再花很多时间去修所谓的四禅八定，去理解这样的法门的殊胜因缘，但是心量要打开，起码朝这个方向呢去做服务业，不要为了自己的目的求自己的清净解脱，而呢去对抗自己的业力习气，跟过去无量的因缘，尤其在末法魔强法弱，往往呢你没办法呢再修这些禅定的基础，不被境所转。
这个静呢，来自于我们讲的五毒跟过去的业缘。没有愿力，光靠自己想要解脱这一点薄弱的这个灯啊，不够亮的，不够分的，功德没有的。像梁武帝一样做这么多功德是没有的，因为有目的，还是用世俗的目的，为了自己的目的，为了此生要成就此生的目的，度众生，此生度得完吗？所以这就是一个要清楚的，因为不管要学哪一门宗，八大宗，也要有教理的基础，知道呢要以戒为师，知道呢依四依法。否则自己跟众生的因缘，你没有那个愿力想要去服务他，去回向他，去超越，这个缘会让我们解脱吗？我们自己如果不想改变这些怨憎会，这些情执，我们能出离欲界吗？如果自己呢就想逃避，过得了吗？所以是转机还是危机，就在一念之间。那么修行本来就不怕烦恼，本来就是呢转烦恼为菩提。但是如果呢你想求到一个清净的地方，每一个人都是圣者，那也得自己呢心境呢在国土境。如果每一个人都不是圣者，那就代表自己呢还有那样的业缘，到哪里都有这样的业缘。即使你暂时的找一个地方让自己这一生好过一点，那也不过是让自己出离心弱一点。那么这个本来就是学以致用，我们常讲七心，七心第一个就是认错跟出离心。如果自己呢自以为是，那怎么修都变成了一种学问，知道就变成所知障，因为觉得自己呢都知道了，当成是在学习一个东西。我们讲佛有子是越来越难调柔，那么出离呢也很困难，因为自己感觉很好，
很难有慈悲，不以为苦，所以没有逆境呢，来让我们练习。我们没有办法升起这些处理，或者说同理心。我们有一种自他交换的法门，就是很希望把对方的苦呢，我们纳在自己身上，让我们自己呢去转化，从慈悲来修空性。有人说我空性再去帮别人，慢慢等吧。没有慈悲的空性，不是真的空性，是自己以为良好而已。大家明白，空气是布满一切处，是服务一切的长生，平等的。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好人坏人，那是平等的。我们再讲，没有分别，不二，生灭这个因缘，或者来去得失，乃至于呼吸，不管是吸还是呼，这些因缘的对立，它是缘起性空的，无法自己运作，有一个可以做主的地方没有。这个就是空气，而我们却认为它是存在，所以一直呢见不到清净的自己，就会有我们讲的四相，有时间空间，有分别心，有自己的小团体，更有自己的五毒。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没有真的去自尽其意，把自己的错误的错觉净化掉，自尽其意的部分，透过服务的服跟自己自尽其意的会，来成长。有的很喜欢打坐，认为自己在修定，也觉得自己很厉害，可以入定好几天。出定，就是不了解
这个年如果讲二圣，连初禅呢都还没进去，所以不明白佛法的教理，自己呢觉得自己呢感觉很好，或者学得很高兴，但是心并没有变，还是以自主为中心，那么这一生就浪费，就很可惜了。所以佛陀在最后讲了这个《法华经》，是告诉我们真相，我们应该怎么修。那么佛陀也一样会授记弟子，在成未来成佛的状况。那么过去舍利弗曾经跟佛陀在这个《般若经》里面对话，舍利弗也这个有发表他的看法给佛陀，就说啊，佛陀实际上并没有从燃灯佛的授记里面得到什么心要口诀的法。佛陀说对，授记不是佛给我们什么，是只是给我们一个鼓励，告诉我们我们也有这个六记佛，也是可以成佛，并且未来呢成佛的状况无一法可得，在空性空气里面已经没有我，怎么会有我得到什么？没有的。那么我们前两个礼拜也在讲庄严净土，当然盖一个佛寺非常的庄严，就是外的净土，你跟人家相处和和，结善法缘，这是内的净土。你自信的光明清净，自信的庄严，把所有过去的业缘呢度尽，你的众生心呢所缘贪也把它度了，嗔也把它度了，痴也把它度了，烦恼也把它度了，希望分别也把它度了，这个就是庄严自己呢秘密的净土。叫庄严净土，那么讲来讲去还是呢心净则国土净。贪嗔痴就刚刚讲的，你要舍见贪，你要用慈悲对痴对嗔，那么痴呢要开显呢自己的本来的智慧，转为道用的这些烦恼要转，那么这些贪念要懂得放下，懂得转念，懂得转为道用。同样的有一个方便法，我们从六波罗蜜一起转，把刚刚讲的这些转掉，这个呢内部的工程庄严自己的净土，道理是这样子的，并不是一个方法，还是在福慧二字两。
你没有福，没有想要行这个四弘誓愿，这些都渡不掉的。贪嗔痴气慢渡不掉的。就像《六祖坛经》讲的，我们呢，要能够自度，这个四弘誓愿也是自度的角度，自己的众生把它度完，自己的烦恼呢把它转掉，那么自己的这些法门，你自然开显，成就佛道，不只是对外的服务，在因果上你全部回到自己的身上。所以今天在讲这个庄严净土呢，也可以从因果上去看。就像啊，今天释迦牟尼佛为燃灯如来所受记，释迦牟尼佛呢一样呢去受记呢他的弟子，这些都是这样子走的。你怎么做，或者人家对你怎样，那么很自然的，他这个因缘轮就会再转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呢不跟众生结恶缘？因为你卡在这里的时候，就卡在这里，没有转掉。所以我们呢，人生有这个苦短，人生有限，常常在讲一门深入。你决心要修行呢，就是把握呢这一生，因为未来我们了不可得，但是当下你这个坚固熏修的这个金刚心不退就对了。那么不要跳来跳去，心猿意马，尤其在佛门，今天不管怎么样，佛菩萨骗法界的这个法身，我们要清楚，我们就是要修自己，不要再用自己的所知在佛门里面呢造业。我们好不容易呢接触了佛法，我们是不圆满，所以我们呢要低调，要虚心无我，要感恩，把这七种心好好拿来运作，不要让呢自己的习气业力呢带着走，随顺这些烦恼，随顺这些分别，随顺这些妄想，所以顺着五毒，没有品管。那造的业可就大了。所以这些就是为什么呢？很多我们在经典看到已经啊无量劫来了，修了怎么样？为什么还在流转？就是他真的没有落实内化实修，就是只有文思，但是文思主要是为了实修。你实修以后，自己的自信呢，福慧资粮呢，才会增上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讲《法华经》，我们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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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五百阿罗汉呢，都同一个名号叫普明如来。我们继续再讲，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教成如比丘，当见无量佛，过阿僧祇劫，乃成等正觉，常放大光明。具足诸神通，明闻遍十方一切之所境，常说无上道，故号为普明。其国土清净，菩萨皆勇猛，贤生妙楼阁，游诸十方国，以无上供具奉献于诸佛，作事供养已，心怀大欢喜，须臾还本国，有如是神力，佛受六万劫，正法住备受。向法复被示，法灭天人忧，其五百比丘次第当作佛，同号曰普明，转次而受记。我灭度之后，某甲当作佛，其所化世间，亦如我今日国土之严禁，及诸神通力，菩萨声闻众，正法及向法寿命劫多少，皆如上所说。那么这一段就是在讲前面呢，他重新佛呢在重新宣授一遍。那么这边所讲的某甲当作佛，就是讲一个一个哈，就是受记。那么就是他这个受记的这个某甲的意思，就是这些比丘他受记的代称。那么这里面所讲的其所化世界，这边的化的意思是指这个教化的意思，并不是这个幻化或者这个化成这个怎么样的，像我们讲的这个化成玉这个化，不是。他这边讲的就是教化度化的化的意思。那么整段讲起来，就是说这个时候世尊呢、就想把前面所说的这些呢意义呢，再来用这个偈语呢再讲一遍。就讲啊，教成如比丘，在来世的时候呢，他得见无量无这个佛，那么经过阿僧祇劫的熏修磨练，然后呢，在因地圆满、果地圆满，就可以成正等菩提，就是我们讲的成正觉。那么常常呢，放大光明，具六种神通，然后明闻十方，为一切众生非常的敬仰。又常常说无上的这个佛法啊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一圣的这个佛法。那么这样子来放光普照啊，所以呢，他这样子来说法啊，这个光明，所以呢叫做普明。这个普呢就是大，就是平等。然后这个他的这个法呢，就刚刚讲这个灯啊，自己明亮，也点亮了一切的所缘的苍生，所以叫普明。那么这个国土呢很清净，菩萨都很勇猛啊。这个勇猛的意思就是精进啊，不是说他长得很勇猛，是他的精进。而且呢，能够生妙楼阁，就是他能够啊很上进啊。这个飞升其实也不是说飞来飞去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指呢他能够一直不停的增上，而且呢又能够游遍十方国土啊，也可以呢去十方国土呢，那么能够呢去供养支具奉献十方的诸佛，这样子菩萨的修行啊，大家都很欢喜，然后呢到处的可以来供佛啦，来闻法，这样子很快的啊，这个
这边呢是这个须臾还本国，就是说很快，须臾就是一下子呢又回到本国来了，又回到这个普明如来的本国来。他们这些菩萨有这么大的神通力，那么这些佛的应身的寿量有六万劫，也就是这个普明佛已经够久远了。那么正法呢又多了一倍，也就是十二万劫，比这个佛寿呢更久。然后相法呢诸事有二十四万劫，又多了一倍。那么相法过去，那么就是灭啦。这个时候没有法的时候，当时的天人就非常的这个忧郁烦恼，因为佛法灭了，没有佛法的这个引导了，所以就 很忧郁烦恼。那么这五百的比丘除了迦陈如得到这样的受记，那么其他的呢也会在未来呢也一样呢一一的呢这个次第做佛，就像迦陈如一样，他叫做普明佛。那么成佛的先后就这样子陆续的成佛。那么就讲啊，我灭度了以后啊，某某应该成佛，某某应该成佛，也就是说一一的啊，那没有这个整个一一的点名。但是这个地方的某甲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一个呢就是应当都做佛，而且他们所画的世间跟今天释迦牟尼佛所画的这样的权巧方便，最后讲一圣法，这样是一样的。而且佛土的庄严清净，那么神通的自在，菩萨声闻的众多，还有正法这个相法等等，他的这个寿啊跟前面讲的是一样啊，就是说其他的呢这个都一样。那么继续讲，迦摄如已知五百自在者，于诸声闻众亦当复如是，其不在此会，汝当为宣说。佛陀就跟迦摄讲啊，迦摄你已经知道了这五百位阿罗汉受记就是这个状况。那么其他这个，因为前面讲一千二嘛，其他还有七百的声闻众，他们也是这样，但是因为他们呢不在此会，就是现在他不在，那么你要为他们转达。继续讲，尔时五百阿罗汉于佛前得受记，欢喜踊跃，即从坐起，到于佛前头面礼足，悔过自责，世尊，我等常作四念，自为以得究竟灭度，今乃自知如无智者，所以者何？我等应得如来智慧，而便自以为小智为足。那么前面呢就受记了总共一千两百位，那么这里是讲在的这五百位比丘阿罗汉受记完了就很高兴，从座位上呢起来到佛前，那么顶礼佛双足，就自己呢很悔过，自己责难自己，就讲世尊，我们这声闻啊常常这样想，我们已经证得了四果，不受后有，得到我们的究竟涅槃。那么今天呢闻佛为我们受记，才知道那一种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灭度，而我们自以为是这种想法，真的是没有智慧的这个的人啊。为什么说没有智慧呢？因为我们修行应该是以得到如来的智慧，这个才是我们的究竟，终极的这个究竟。今天呢我们呢没有这样的想法，然后呢用自己声闻的得到一点点的智慧就满足。好，我们知道确实有人是比较
我们一般讲是了汉。那么对于大乘法呢，可能认为呢非佛说，或者呢他一听大乘法，他也觉得说我发不起那个心，我把自己解脱就好了，甚至于就是退失。那么如果以我们讲菩萨模式来讲，四十五模，我们就知道这个虚空藏菩萨所闻经里面讲的，你退失了，很自然的呢，在菩萨道呢，你就有缺口。那么很可能呢，五魔就跟外魔相应，跟天魔会相应，因为啊，你舍弃了菩提心。虽然我们还没有办法发菩提心，但是不能舍弃菩提心，因为这个是我们必须明白，我们必须去熏修。是坚固，去通过这些考验，我们才会坚固，并不是说，那我不学了，那就不但很可惜，你舍弃了大圣，甚至于毁谤了大圣，或舍弃了三宝。那就真的很不好，所以这地方在讲啊，就是这个五百阿罗汉呢，就在忏悔，说自己呢很愚痴，没有智慧，自己以为自己呢感觉很好。我们继续讲，世尊，譬如有人至亲友家，醉酒而卧，是时亲友。观世当行，以无价宝珠系其衣里，与之而去。其人醉卧都不觉知，起己游行，到于他国为衣食故，勤力求索，甚大艰难。若稍有所得，便以为足。而后亲友会遇见之，而作是言：若哉丈夫，何为衣食？乃是如是。我昔欲令汝等如得安乐，无欲自治，于某年日月以无价宝珠系汝衣里，今故现在而汝不知，勤苦忧恼以求自活，宜为痴也，甚为痴也。如今可以此宝贸易所需，常可如意，无所乏短。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亲友啊，就是在讲啊，这个譬喻有点像这个譬喻品。这地方所讲的啊，就是讲这个人呐、啊，有人到亲友家，这个人就是讲这个五百比丘啊，譬喻说有一个人呐、啊，然后这个亲友啊，就在譬喻说，当时以前佛陀啊还是十六沙弥菩萨的时候。这就是他的亲友，也就是过去他们曾经是同参道友、啊、虽然还没有十六沙弥还没有成佛，然后这些也曾经在十六沙弥佛陀的时候呢去听闻这个法华经、啊、所以这个人的意思就是说、啊、这些声闻的佛陀的弟子在当时，那么这里讲的亲友就是讲佛陀当时是十六沙弥之一。那么因为佛有讲啊，他其中也是 一位这个沙弥。那么在大乘佛那个时候，就从这个十六沙弥呢，这些阿罗汉都听闻过大乘法、啊、所以就讲说有一个人或者有几个人、啊、或者讲五百个人也好，到这个亲友那边、啊、然后在大乘的教理 他就这个有听闻，可是没有内化。当时可能呢，就是在听法华。那么，但是他这边讲，为什么会说他没有内化？因为这边的讲比喻是说，喝醉酒了，也就是还是搞不清楚，所以才讲了醉酒而卧。那么菩萨呢，他这个观世当行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有正事要办。
要离开啦，要离去啦。所谓的观事，意思就是说正事，或者是说他这个法务的部分。那么当然意思就是说，当时呢，因缘十六这个沙弥跟这个人呐、这个因缘啊，只能到这里啊，告一段落，可能又离开了，各自离开。所以呢，这边讲啊，众生这边讲的众生，他这个譬喻成啊，这个衣啊，衣服的衣。那么这个里面讲的宝珠，就是讲佛的知见，佛的真实意，就把它譬喻成宝珠，就是说当时把这个众生，也就是这个衣服，然后佛的知见就是这颗宝珠，把它藏在衣服里面。好，就是说这个亲友啊，他有事要离开，但是呢，他把这个佛的知见宝珠把它放在众生那里，也就是譬喻成这个衣服里面有一颗宝珠，给他佛的知见。所以他就讲，以无价宝珠系其衣里，就是指众生的心，已经跟他讲了大圣佛法了，一圣佛法。那么这边又讲，其人罪恶都不觉知，也就是说虽然已经讲了大圣法，可是这个人还是酒醉，虽然已经给他正知见，给他这样的宝珠。我们知道你酒醉起来都忘光光了，因为听也似听未懂，然后呢还在那边迷惑，也没有内化，没有依教奉行，所以记不起来。这个地方其实有一点很重要，我们人常常闻思，哦，懂了，嗯，好，很好，我学过了，然后他并没有内化，他甚至于把这个他学过的拿来执着，然后去排他，甚至于拿来当作自己的一种知识学问，拿来瞧不起别人啊，你都不懂，觉得自己呢很高尚。但这地方的比喻是说自己确实呢没有内化，然后还在这边虚妄分别妄想啊，这边迷里面。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信解要行，而且要正？你没有真的去行持，所学的这些真的只是一种概念，一种知识，你没办法进步的。一部车子，不管牛车、马车、羊车，你研究这个车的结构，你从来呢不上车去度别人，你真的没办法了解佛陀呢为什么要循循善诱，为什么要七心，有时候用一心，有时候用这个心，有时候用那个心，然后来了以后怎么护念众生，这个都要过程，要实修实练实做，你才能够实证。所以这地方讲就是说，即使当时讲了大圣法，给他无价的宝珠，还是呢在迷惑里面。那么这地方讲的，从其以游行到变以为主，讲的就是说，他还是呢自己走他自己的，并没有真的这个这地方讲的。本国就是他应该是走这条大圣的菩萨道，可是他还是在偏到其他的因缘去修二圣法，也就是在大圣法里面呢迷惑不懂，还是认为自己求解脱就好，希望呢自己呢赶快解脱。有的人确实呢，如果身体老了病了，当然呢一心求往净土，因为没有时间了，以净土为依归。那么你今天要去净土，要以这个为依归，你要明白阿弥陀佛的愿里面呢，你还是要尽量尽量的发菩提心啊。
净土的法门要更深入一点明白，观无量寿经或无量寿经或阿弥陀经，你不能呢自赞毁他的，不能不孝养父母的，不能自私自利的。所以呢，就讲啊，小圣的涅槃，就像这个衣食啊，它只是啊，要温饱啊，我们一般讲要温饱这样而已。所以呢，这个路就变得狭窄，而且很困难啊，过得很辛苦啊。他认为这样我温饱就好了，我就就近啦，所以他就很容易满足，我只要自己解脱就好了，你们我不管了。大部分呢，这边也是很多人的心态，又在讲而后亲友无所法短这一段讲的就是说，到后面佛陀又跟这些阿罗汉又聚在一起了，然后佛陀呢，也就是这个讲这个亲友又遇见了，然后就很惊叹的讲，就是讲堕灾，就说这个你曾经发过大心呢。所以这边讲比喻就是丈夫，我们一般讲现大丈夫相，你是一个大菩萨的愿呢，那你现在求一个小果，然后呢受了这么多的苦，我们知道要修二圣四禅八定那个过程，而我们菩萨是修三轮体性空六波罗蜜，那个是那个路又宽，然后呢又能够积福，但是你要走这个小径，自己要修自己的感觉的禅定。所以这边这比喻就是说，你为了求小果受这么多苦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过去我已经给你这些常养慧命的，我们前面讲的法喜啦、禅悦，也就是说你呢能够呢听闻大圣起了相应，然后你去行啊，行住坐卧行持啊，又会得到这个禅悦，会让大家得到安乐。然后这地方讲五欲自治，我们一般讲的五欲就是色声香味触，那么连结的就是眼耳鼻舌身，会让你的法喜跟禅悦呢滋养你的慧命，然后把这个五欲，我们一般讲的这个五妙欲，就是我们一般如果我们讲八供，八供其实里面就是包括了来把我们的五欲啊，色声香味触，把它转为一种供养。我们讲水水花香灯荼十月，就像呢我们怎么供养你一个客人来，你给他喝杯水，然后让他第二杯呢让他擦擦脸手啊，或者沐浴，那么给他供养花啊，让他欢喜，那么另外呢给他这个香啊，让他指引进来坐，那么供了灯啊，让这个灯光好，那么荼也是一种香水，不是指引的那个香哦，不是引路的香哦，就是我们一般呢、啊、会荼香，就是让身上呢有香气。那么给他呢饮食，那么饮食的时候呢，最后呢还有歌舞音乐，这个是指呢把我们的五妙欲转为八供。那么同时在表法里面呢，也代表着我们欲界里面的八风吹不动，你今天供养本身呢，这个是不动的。我们一般讲这个八供杯，它是不动，不管是种种的这些，事实上呢，自己呢是不动，也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到后面的本来的这个意色
你的意里面呢，色的是没有呢被境所转的。所以这地方就是在讲五欲自治，就是说你五欲呢，我们一般讲自治，就是你可以任运自在。啊，这个自治的意思是这样。就像有时候我们结这个结下安居自治，就是说大家可以任意的有问题提出来问，有什么样的指教，欢迎各位提出来问。啊，这是五欲自治。那么大通佛啊，那个是说法华。然后呢，让众生呢有了佛的知见，啊，所以才这边就讲啊，某年日月是在讲过去啊，这个大通佛啊，曾经这个小沙弥啊，为大家来讲法华，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珍宝放在你的衣服里，已经跟你讲了，这个法给你了，啊，那你不晓得拿出来用，真的是很愚痴啊。这地方就是在讲啊，比喻说你要解行病重。不是说你听一听以后都没有去熏修，啊，然后把它放着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忘了，又回到原来的那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你这样子就很可惜啊。你如果好好的熏修，这个可以呢，这个宝可以让你满足你啊这边所谓的贸易所需，就是说你可以自在解脱，圆满你的菩提道，你所要的。这个就是非常不会有短少，也就是说，实际上你可以在菩提道呢，你的资粮呢，你照样去做，不会缺的。所以这地方就是告诉举这样的例，就是说跟弟子比喻啊，用这一段，就讲说，我们如果真的把过去学这种法华的精神拿来修六波罗蜜，你真的可以庄严自己的净土，你真的因为自己如法如律的修，你不会缺什么的。真的，你如果行菩萨道，护法会来护持的，会得到佛菩萨的加庇的。你不用去规划什么，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，你是不是真的信愿行？你的信哦，就当作上课，你并没有真的提起那个愿行的话，也就是你并没有解行并重，解行相应，这个相应是虚的。你以为上课听懂了，这样就相应了吗？其实并没有，相应是你必须依教奉行去做了以后，你才知道原来什么叫做护念众生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什么叫做恒顺众生。众生有这么多的虚妄分别，你怎么恒顺众生给他相应的法？这个是必须你要去做，你才会呢了解众生这么跟自己有的尘沙烦恼。一个课程，每一个因缘有不同的背景。有的是世间禅修身心灵的，有的是修难传的，有的是为了治病的，有的是为了学习方法来的，都有。有的是为了这个没有善意来的。那么这些因缘你怎么运作？所以佛陀也一样啊，光讲十大弟子，每一个弟子的这个根系，他的立根的地方呢就不一样。
这是我们比较深入在讲这一段。那么以白话来讲，就说世尊，譬如有人到亲友家去参加这个宴会，那么喝酒过量，喝醉了就不行了。这个时候，他的亲友因为到别的地方要去办正事，啊，没有办法照顾这个喝醉酒的，所以就先要离开啦，就给他一颗无价的宝珠，就放在他的衣服里面，然后就离开了。但是这个人还在那边醉酒，他还是没有觉知。那么他醒来以后呢，就不走这条路了，就到其他去了，到其他国度去了，去求温饱、求衣食，然后受了很多辛苦，绕了一大圈，很大的艰难。然后呢，稍微得到一点进步、收获啊，就很满足啊，就在讲二圣。到后来呢？又两个又相遇了，然后这个亲友就很惊讶的跟他讲说：“你是一个大丈夫哎，你怎么为了求温饱衣食，弄到这样的地步呢？我过去呢，为了要让你得到快乐安稳，然后呢，五欲呢能够任运满足，我在某年某月某日给你一颗宝珠，这是无价之宝。”放在你的衣服里面，现在还在啊。那你不知道你身体里面有一颗宝珠，然后在这边努力努力的修，在这边呢，想说我要修多久，要修多久，然后这样子勉强过活，你真的是愚痴啊。那你现在应该拿你这颗无价宝珠出来。然后呢，你去呢营运做生意，你要需要的都可以如愿以偿，不会有缺乏。也就是说，譬喻就是说，我们常常也讲说，哎呀，你心中里面就有一颗宝珠啦。就是说，过去已经接触了这个《法华经》，接触了这个大圣佛法、一圣佛法，但是你现在又在二圣呢？觉得很辛苦，这真的是愚痴。我们在这个《圆觉经》啊讲过三净观，而且每一种的组合修行的方法，跟他的这个疗愈的这种真实意义，我已经讲得很清楚。包括怎么用来利益众生，怎么样的去做观，但是呢，却还是呢有人去学一些方法啊，认为禅那应该怎样啦，色摩他应该怎样，很可惜绕了一大圈。又回到呢头。其实我们讲过，在汉地呢，他真的只取这个心意，很快的，因为有我们的这个善德这种观念呢做基础，很容易呢修六波罗蜜。所以也曾经有人啊修了大圣的这个佛法，再去熏修我们讲的二圣，那么到最后呢会有所转不过来。其实我们当然可以去理解，因为我们讲的佛学院的这个佛学的课程入门呢，还是要从这个具色阿含来上。但是呢，你要清楚这个五十叛教跟如来的真实意，这是一个轨，一条河。你要这样顺，那是不要跳。当然，你后面清楚了，你要选择哪一宗。都可以，可是如果跳着，
会打结的。一方面呢，苦集灭道；一方面无苦集灭道。还常乐我净，那到底哪一个是真的？就会打结。而且会有分别，就是不明白什么是三昧。因为没有真的呢自尽其意。我们再讲一点，佛亦如是，为菩萨时教化我等，令发一切自心而寻废妄，不知不觉记得阿罗汉道，自为灭度，自生艰难，得少为足，一切志愿犹在不失。今者世尊觉悟我等，作如是言：诸比丘，汝等所得非就尽灭，我久令汝等众佛善根，以方便故是涅盘相，而汝未为实得灭度。世尊，我今乃知十世菩萨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以是因缘甚大欢喜，得未曾有。那么这一段讲，就是佛也是这样子，在做菩萨的时候呢，就教导我们啊，那么就讲这个十六沙弥啊，使我们呢发了这个正等啊正确的观念，这些智慧的心，但是我们呢就是顿啊，没有多久就忘了废弃了，然后不知不觉了，到了呢我们现在呢证得阿罗汉，便以为自己呢是已经究竟啦，可以灭度啦。啊，那么因为啊要解脱这个法执啊，啊这个法不是只有我们讲的佛法的部分哦，他所有的这些理则啊，他们认为啊这样很艰难啊，所以我们就觉得、啊、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，我能够开悟这样就好啊，他就这样满足，然后也还这个过去所发的一切的愿呢，现在还在，还好呢，并没有缺失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自己很愚痴，然后以为自己已经这个究竟的灭度啦啊，实际上呢，也不想去攀那么多缘去利益众生啊，那觉得这样就满足啦。但是呢，过去我所发的这个愿，实际上呢还在。那么今天世尊呢，让我们觉悟过去我有这个愿，这个因。然后我应当去求这个菩萨道的成佛的果，就这样讲啊。我呢，从很久很久以来呢，为了要令这个你们啊，这个佛种啊善根啊，所以用方便先让你们啊，能够在这一期的生命这一生入小圣的涅槃，然后你们不知道，以为这样就是真正的得到灭度啊，就讲这个化成喻。那么世尊，我们今天才知道，所谓的声闻实际上是菩萨道的，也跟菩萨是一样的，而且可以呢受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成佛的受记啊，因为这样受记的因缘，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欢喜啊，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欢喜，因为啊阿罗汉呢没有想到呢，他们也能够为佛受记。也可以成佛，他以为只有啊这些菩萨众啊大菩萨、啊、才能够啊被佛来受记成佛，所以呢我们也要给自己加加油。我们呢、啊、虽然呢、啊、没有那么大的因缘在这个佛住世的时候啊让这个佛受记，但是实际上在法华里面，你只要接触了法华经，你能够受持书写读诵或者去讲说，我也一样会慈悲来受记，所以希望大家明白呢，珍惜这个因缘。好，我们来持诵释迦牟尼佛的心咒。嗡嘛呢嘛呢嘛哈嘛呢释迦牟尼佛。
迦牟尼娑诃。唵牟尼牟尼玛牟尼释迦牟尼娑诃。唵牟尼牟尼玛释迦牟尼娑诃。Yeah.
嘛嘛去燃灯古佛，佛光普照十法界，一切众生悉皆同登佛净土，各心光明普照，灯灯相连。再慢慢将法界光明收回身心，慢慢出定。我们刚刚啊，也依照药师佛，那么跟释迦牟尼佛的愿力，能够啊，让一切众生。在这个因缘能够开显自信的菩提心灯，也有机会呢，能够呢尽快的能够同登破净土。好，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那么禅修就到这个地方圆满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